咱所有人真正信徒吼，啊，即次来到阿妈这个绕境之旅，啊，咱中华人的情，啊，会使讲非常十分的感谢，啊，提供了真多真丰富的点心，代表大家顶的江边董事长所传播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咱的大家阿妈不分什么党派，欢迎大家拢来参加大家阿妈这个绕境之旅，啊，大家拢会使来拜妈祖。啊，咱大家大家顶人讲吼，咱董事长啊，甲所有党干事拢欢迎啊，妈祖，咱大家拢爱妈祖，妈祖嘛爱咱，爱妈祖啦，妈祖嘛爱咱啦，哈，好，加油加油。卡挂一个，这边卡挂一个，好行。董事长心态 OK 了哈 ，OK OK， 谢谢。哎，老板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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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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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马祖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找机会我们坐一下，找机会我们聊一下，好，自己先坐。那这这里就交给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绝对不要有有有什么人有事情，人家都骂我了，不要让我们现在的当地的警察同志为难，也不要让林清标董事长为难，好不容易这个。这个妈祖绕境变成世界三大宗教活动，不要再欺负这种情况，所以这种妥协的都很顺利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严金彪董事长有跟警方讲说没问题，我会去辛苦。结果呢，造成一个误会，我又去了，好像是我讲话。我跟你讲，江湖兄弟讲话最重要一句话，啊，江湖兄弟有混兄弟，啊，有他的缺点。有他的优点，就是什么？兄弟讲话一定要。上海有个杜月笙，他的名言叫做“闲话一句”，他答应是一定做到。我如果答应他，我一定做到；我若不答应，不答应。所以有个误会，见个面，聊了一下。毕竟都是我们跟清标董事长都几十年的兄弟关系，误会都解清楚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。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这些我们都遭遇过，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